郑达宏，资料照，记者林正坤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中信兄弟爆发释出潮，球团所以重整为由释出七名球员，其中五虎将的郑达宏、蒋志贤、张正伟等三人都在名单当中。去年以自由球员身份转队的郑达宏，今在深夜在脸书发文表示，感谢中信球团这两年的照顾，这段时间一直跟纪律问题有所连结，让他和家人感到非常困扰，难过。中信兄弟日前闯进季后挑战赛，未带五虎将林志胜、王胜伟、郑达宏、张正伟和蒋志贤，引发球迷不满。中信发出声明强调是纪律问题，并认为顶替上阵的年轻选手不负众望，打出符合球团期待的内容。中信领队刘志威也指出，郑达宏、王胜伟两人被换下都是因为战力考量。中信兄弟季后公布释出名单，郑达宏确定不予续约，他也在脸书 PO 文表示，很遗憾的，今天接到球团不续约的通知，球团告知我是因为成绩与战力重整的考量，同时也为我无端被牵扯到其他风波里感到抱歉。郑达宏说，这段时间以来，名字一直被跟纪律问题连结着，让他和他的家人觉得非常困扰而且难过。他认为这两年在中信兄弟的日子，虽然成绩不如预期，但还是每天努力的调整，希望能够找回过去的自己。即便是接到不续约电话的今天，还是在为民年球季准备着，希望大家知道自己不管在场内场外都是一个认真的棒球人。最后他也感谢中信球团这两年的照顾与帮助，会继续和努力让棒球生涯延续下去，并谢谢这阵子一直关心他的球迷朋友以及家人们。